小姐姐电竞，一个做游戏视频的小姐姐。是吧？你要让我带个先，哎，哎，喂喂喂喂，你好，听得到我说话吗？你妈那个逼！别吧，新年好好说话呀。我不会玩，带飞一波吧。好吧，你觉得呢？啊，香哥，香哥，别这样嘛，对吧？新年，新年好好说话。你觉得呢？你是不是连跪了两盘了？我已经连跪七盘了，但是我一般掏出我的中无艳的话就可以，应该就实力很强，好吗？不是你信号不好，你说话呀，指挥一下，指挥一下，不会玩。没输没输，好吧，你往下路走，我帮你打红 buff。好吗？你到什么段位了吗？我黄金二，你什么段位啊？这个是刚那个苹果，然后系统不一样。什么？好卡。很卡，别啊，不慌。你带我飞好吧？我不分你经验，你带我飞好吗？老哥，你过来呀！你别卡呀！你用的什么手机啊？诺基亚好用吗？啊，不是，老哥，你过来呀！你来了，这个人死了呀！哎，不是孙尚香说话，是阿珂说话。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呀，这些人又挂机了。不是，我不知道你们谁在说话呀。可以，阿珂，你玩得好好啊，能带我飞啊。什么？你能不能带我飞啊？不是，我黄金段位卡了七天了，你能不能带我飞啊？行吗，阿珂哥？我刚才看到你那一波操作塔下失血击杀，看得我很兴奋，感觉跟你在一起，我好像能完成我的铂金梦。来了来了，等我等我等我，我来了，我上了，我上了，阿珂哥让我扛，打不死呀，怎么办？哎，好强啊！我的天啊，这怎么玩？哎，不是，人呢？不是，阿珂，指挥一下，你告诉我干嘛？我是辅助，我一般都不打辅助的，我打野去的。啊，指挥一下，指挥一下，我中无艳只能打中单呢，我中单很强，但是打辅助我就不知道怎么玩了。可以杀吗？中路上了上了上了，厉害吗？你不觉得我们两个配合天衣无缝吗，柯哥？下路能抓吗？可以抓，我锤他了。哇，我们这配合还用说，
这不加波好咬上铂金，是不是？阿珂哥，你怎么看？你为什么还是不说话？阿珂，我觉得能打，我锤他，你别慌，你别死。对，讲道理，这一波配合，你还要说什么？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可以锤，我锤到他了，他石化了。阿珂哥，你这不是卖我吗？这怎么玩？哎呀，我不想玩了，好吧，没意思啊，别人都不聊天的呀，懂我意思吧？不是队友就能聊的，好吧？感觉这个语音沟通系统你很难碰到有趣的人，好吧？在这种大家不是娱乐心态，一股脑想上分的，你跟他们聊不进去了。好，可以，这一波已经全部杀死了。哎，完了，我没蓝。哦，他们怎么这么能买啊？撤了，撤了，撤了。回家，回家。他开了语音，他也不聊天呢。来个变身，这个变身器，你以为这么简单，变身器就能诱惑他讲话了？我不太信呢。嗯，喂，听得到我说话吗？怎么这么大声音啊？听得到我说话吧，阿珂。OK， 别打了吧，撤吧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哎，阿珂，你怎么把我卖了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我！救救救救我！这玩的，这玩的没有意思了，朋友们。要不我把手机给我弟弟，我吃鸡去了吧？你们觉得呢？我的麦克风没开？怎么可能？你没看我这个血，我这个血条旁边，我这个血条旁边都有那个标志了，怎么可能没开麦克风？好吗？只是没人理我而已，不好，不好玩。阿才，我屌不屌？什么？我屌不？你屌不？我觉得你挺，我觉得你挺屌的。你是孙杨香吗？我是王者段位的。你是王者段位的？真的吗？那你可以带我翱翔吗？这么吵啊！手机，我手机是不是坏了呀？没什么意思。喂，你还在吗？你还在吗？我算了，我给阿才去玩了。阿才，可以，给阿才去了，我不玩了。我说了，打黄金局，你并不是每一盘都能碰到有趣的人，好吗？
之前碰到的你们觉得很有趣，这后来不就浪费时间了吗？这排两排，排两盘都没有感觉有意思的人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还是吃鸡吧。上班上学错过直播没关系，小姐姐电竞。